世上有什么色彩。 Go 阿拉专属曝光创造营耶、yeah!这次创造营2021夜同步在腾讯视频，在海外获得的撑腰数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创始的热情，再给你们10秒的尖叫时间，欢迎赞多。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刘宇。大家好，欢迎刘宇，欢迎 Mika。 哇，一些游戏，但是玩游戏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费。然后一个队是棒棒棒棒队，好，这个棒棒棒棒队的，我们到英俊旁边集合。然后哇哦哇哦队的到我这边集合，好吗？来，谁想来？棒棒棒棒队在我这边。哇哦哇哦哇，棒棒哇哦哇哦棒棒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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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来，我们哇哦哇哦。我感觉我有点弱，没有关系，这个一会儿实力我们会体现在这个游戏当中下，好不好？好，来，各位请坐。我是浩浩，花短裤，那就是想必是跟大家的这个衣服有关系，所以也想问一下我们各位学员几个问题，代表我们这个创始是很自信啊。哦，非常自信。好，我觉得我的衣品应该是整个创造营节目以来最棒的一个。你倒是站稳了，说完站稳。护在这个创造营是无敌的，所以刚才那条是你的吧？所以刚刚那个是没有我的好看，没有你的好看。对，所以你的款式是不见，那叫什么时尚？那叫做隐形。一开始就要相爱相杀了吗？刘宇吧，那么。哦，刘宇我吧，应该是我。刘宇的衣服最多。刘宇用了一副非常怀疑的表情，先看看别人，感觉像我自己。一直有我的日常的服装，还有很多汉服。哦，所以就是刘好。好，来，那刚才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就是把我的衣服拿出来。刘宇的共享衣橱，还有葫芦娃。来，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非常多不同的款式，这个不会真的是从刘宇的衣橱里面拿出来的？哎，这个应该是我们2021这个秋冬款最新的 fashion 的时尚。对对对，后面那个绿色的也蛮时尚的。对，一会儿大家就要从这两个，对，哇哦哇哦，四个人。哦，啊，好的。我在哪边？在这边。这边是吧？好。好小姐加油！哎，太棒了！我们看。好。哪个？汉服我不穿，汉服太难穿。大家可以，我先穿这个。那我穿这个。不行，可以开始穿，现在还不能穿。哦哦，然后对对对，对，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箭头，就是你们要移动的方向。对，过来。那边有箭头，这边有箭头，到了箭头的地方，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舞台正中央的话筒，要回答一个问题，要回答一个问题。好。然后我们看谁能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来，准备三二一，开始！走吧，家人，不能离开衣架哟。衣服不可以遵守游戏的规则，我们看谁先穿好就可以先移动队伍。玩这个游戏鬼畜，你看，这么穿，提前出好。这边非常悠闲，林波，等我先埋头。林波，这边自力更生。林波，那怎么穿？在干嘛？穿进去。高，恭喜哦。刚先埋头，刚先埋头。OK 吗 ？OK 吗？放心 ，OK。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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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撞车了，撞车了！狭路相逢勇者胜。到黄的箭头，黄的箭头。要到箭头。对对对。刘宇，咱们倒车，倒车，倒车，倒过去啊！要到箭头才行。绕个圈，绕个圈，对对对。快点，问题在哪里？问题台阶有多少个是蓝色的？啊？什么？蓝色方块，请回答。37。妈呀，这个什么问题啊？哦。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来，轮到赞多你们队，你们得往后，林墨得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慢哦。大门的彩色台阶有几个是蓝色的格子？是10个。回答错误，往后退。但是。嗯，22，差一点点，来往后退，棒棒棒棒队，差一点点嘛，一点点，12，我记得我数过12个，错了，回答错误，往后退，哇哇队加油，11，加油，要么9，要么11，哇哇队，13个、14个吧，11是吗？11吧，11，恭喜，正确，你数过，我就差一点，这是个什么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在大屏幕上面。十一块蓝色。哇，没错。好的，那我们恭喜哇哦哇哦队得一分。好，好，大家可以回到座位区，可以穿着衣服回来没关系。太热了。二手玫瑰，海南接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个游戏的挑战，叫做不能摘。做接力的内容是帮忙系领结。嗯，两组学员轮流挑战比赛用手。好的 ，Patrick， 刘科宇，三个人。好的，三个人。哇，这个吧，你们不妨来猜一下，最后有氧活动。来，毕竟我们也是看过采主题曲的演唱，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了，因为现在是赛点了。是的，没有，好不好？来，两队请就位。Go， 走。我们是用耳麦还是抢那个麦克风？抢麦克风。好，抢了以后传，对吧？抢麦克风，然后传，一人唱一句。对，好的，我站后面。哎，我们到这边来看好戏。好的，请，注意安全。你在后面 ，OK。哦，对，大家可以先商量一下口号啊。是的。然后，先是左边还是先是右边？然后谁来喊口号？你们可以先商量一下。等一下，在那。不穿的拖鞋，先右吧。穿歪了，右走。穿错一个。我们左右。没有，右走的。左边好吧。好，左右走。我们左右走了。左右走。准备好了吗？好。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左右。我都很快哎。左右可是棒棒棒棒队也好可惜哦，都快到那个麦克风了，差一点点，要不然让他们也唱一下好不好？好啊，五六七走，左右左右，小心小心，对不起，再来五六七走，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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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拜拜，又完上瘾了。棒棒队也可以唱一下，虽然你们得不到分，但是你们会得到我们创始人的欢呼。来，掌声送给帮队。来，那我们也先回到我们的座位区哈。是的，休息一下。哎妈，好。来，我们对，应该会是他们很喜欢的。那我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不可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呀，好不好？嗯。所以是帮队。好，林梦。那带着人来试一下吧。啊。好，可以。后面有人说不可以。后面，那你来。好，他说好。开玩笑，冷静点。来，张嘉元，你来转一个吧。啊，每个人一个惩罚吧。每人一个惩罚。来，那刚刚是罚他还是罚？是的。你最棒。来，我们下一个，棒。撒娇。不要走。我知道你。来。你要选一个人，青莲选一个人，选你可以选哇哦哇哦队也可以，这是付费环节，怎么办？林梦和张嘉元说，哎，跟我们刚刚的不太一样。Show time。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啊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坐后就我故意讨你温柔啊，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掌声送给刘宇、甘望星。哇，哎，还有大翔，大翔，听说你那边也囤了一些。哇，真正的凡尔赛在这边一百。默默的做。周柯宇、奥斯卡、Taylor、奥斯卡、Patrick， 你长胖了。没关系，听不明白，我们有同传的老师在我们的耳麦里跟我们讲话。对，给我们的同学。那同时呢，我们玩的是一队七个人一起玩，但是抓的那个人必须是对方队伍派一个人出来抓。好怕啊！对啊，好难啊，不怕。给你一个，不许 bug。好，不 bug。看啊，被 bug， 被比上。哎，刘宇。哦。啊，没地儿比，没地儿比。好的。好，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哈，我们抓呢有一个口号。哈，刘宇，你要先把这个口号说完，才可以开始抓人。口号就是“料实才真才是纯真”，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才可以抓或者做动作。OK， 请把你们的手指放在刘宇的掌心底下，来准备。料实才真才是纯真。错了错了，是最后一个是谁？奥斯卡，你错，我没错，马上反了，这手反了，左手是放在左腰。奥斯卡和米卡现在是反过来的。哦，米卡，左边，放 left， 左边，你的方向错了，米卡。OK， 米卡 left 左边。照这样的话，应该是米卡可以先休息一下。对，好，米卡，我们可以回到座位，因为刘宇是在左边。好，来继续，继续。料实才真才是纯真。哎，没有抓到，大家反应都非常的迅速，没有抓到。来，我们继续。继续是吗？好。料实才真才是纯真。最后一个是林墨。来。好，想不想玩？你们有没有人想来抓人？来，有人想玩的话可以上来。好的，来抓。好的。汪对出。我的。来。太高了吧？这么高啊，朋友。对不起，我不用站这个。换一个，周柯宇，上面的空气还好吗？太高了。不用。啊，你不需要这个吧？应该。啊。不踩这个吗？开玩笑。好的，然后就可以抓到，没有抓到。哎，谁最慢 ？Sorry， 没看到。没看到，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哦，舒服了吗 ？Sorry。好，像弟弟的谁最慢？哎，方向错了，因为是左手。好，你们能看清谁最慢的吗？甘望星啊，甘望星。高清晨是你们队的第二名，舞台中央。我们要进行最后的全国总决赛。谢谢。呀，小蛮腰。那我们不妨让最后一轮的所有的刚才的全国总决赛，你平时都留宿在谁的宿舍里不回去呢？我还好吧，我也没有夜不归宿啊。熊熊，你说一下，你来举报一下。反正我在寝室的时候他都不在。哦，因为在厕所有混响，对不对？厕所唱歌会好听很多。他会撒谎吗？博远怎么办？他顶多不说话。秘密宿舍的人。我回。好好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回？吃夜宵去了，和小九一起。去哪吃？食堂吗？食堂在食堂吃夜宵。对他说对，我说对。两个人串通好了晚上就不回去吃东西。小九，你
你不是只是闻一下而已的吗？啊，最近我不吃了，我闻。但是之前会吃。哦。我现在是，哎，我能说吗？哦，我现在自己这么可怜，妙啊，留守老人的感觉。就是每天晚上对着镜子，就是说，哎。没关系，如果下次你们可以爆料一下你们这个同宿舍的这个，就还是或者是谁睡觉的不老，有没有人会说梦话或者打呼？庆年会，庆年会，庆年。那会说什么？会说什么？他的那个语言我听不懂。我们一个一个的，这已经非常多了。庆年，我们先说庆年好了。庆年是第一个被说的，周克宇都听到过，他说啥？听不懂。我一个笑说的，立完打呼噜是全创造营最响的。我是怎么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因为我在那个。隔离的酒店，嗯，然后我每一次白天的时候，我经纪人的房间在立完的房间，所以会打得很响，就是隔着两层门，两堵墙。每次立完老师在笑的时候，他都是立完的呼噜是门都没有办法阻止的呼噜。对，张嘉元他笑的时候会怎么样？我说他立完老师他笑的时候他就是，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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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嗓王鼎康、啊、就是有时候睡觉都在练习打招呼，在我的床，哇，我有一个，我不知道他说什么，是你真的这样吗？我不告诉你说，对，一起告诉我，你打呼很大声，你会打呼还会说梦话，是，都这个宿舍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恨嘞，这个游戏看起来啊，一起盖被子，一起，然后我们游戏会进行三轮，棒棒队先派两个人出来，好不好？棒棒谁来？两个人，第一轮，好的，3v3，好不好？好，三个人 ，Go， 三个人难度不要了吧。一个新的策略是吗？你们最好是 Mika 3、2、对，但是我的9分的成绩，他们现在只要多久一分，只要是10分就获胜了，10分就可以获胜，他们也学会了这个招数，加油，有样学，准备3、2、1。啊！再来一次，还有一次。赞多的头在被子。好，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压多一点。各位学员，你们要多的这一分是加在9分上面的，不是？对，一起哈。哦，好的，好的。3、2、1。哦哦，起。恭喜棒队获得，我们需要我对，但是棒队赢了。对，来来来，安请上台。很平均哎，一个队伍一次。真的，这就是天意，剧本写都写不出来。今天每一位学员都会为我们创始人送上，来吧，很棒的福利。对，依次的来接受你们的惩罚。谁先来？来来，加油，鬼，你先来。下来。撒娇，看一下甘望星。稍等。撒娇，甘望星经常来很多，我会笑哎，我对视不了。我们在练习室跟刘宇对视过，他秒没事，我看不了。来啊，请准备要带情绪哈，身形对视10秒，3、2、1 ，Action！ 哇！刘，来，掌声送给两位，谢谢。赢过3秒，对，刘宇就不用回去了。刘宇，是的，继续来接受惩罚。会是哪个呢？哦，个人技啊，个人技，你有什么样的个人技可以展示给大家？想看什么？什么歌？好，那就唱我自己的。钟声里，你脚下俯首称茶，309叩在此平生。谢谢，厉害了，这 Mika，Mika，Mika， 夸他。哎，
庆怜是准备好了吗？简单不费事的。听的这个彩虹。哦，李婉。李婉。啊，张家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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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直接的。这样弟弟非常霸气。君子快而不慢，怜而不贵。公子怀忧去，谦恭礼乐才。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永远是我们的光。小雨，世界那么大。雨，世界那么大。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闯。一起闯。Oscar in the building， 暗姐叫你。每一位学员都在努力的忍着自己的。来，我们整理一下情绪。零二一。看到了太多优秀的新人们，一直在支持着所有有梦想，选出了14位创始。谢谢。嗯，战斗你好，我和大家一折合，在那一瞬间啊，为了。你的方式，干炸面，我信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会放弃。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你就要在舞台。想法关注好，那是最适合战斗的。ありがとう，我爱你们，谢谢，支持他们，谢谢。小雨，你可能会有。有些人就像一束光。我永远记得它照射进我世界的那一刻。你有一颗鲜活的心脏，里面盛着你的梦想，然后满溢了出来，变成了你眸中的星光。这个世界很辽阔，很精彩，你应该去追寻，去闯荡。去到山顶的石阶并不好走，通往彼岸的海面也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但你不会是一个人。这一路我们陪你一起跑，相信自己，也请相信我们。喜欢你，为你撑腰，是我最庆幸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足够优秀，我也正在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我记得你说过，真正的成长。是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温柔，那就让我们把梦想铭记，不向世界妥协，一起去做个赤心不改的人吧，奶瓜。我想说，你们。是这个天下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永不凋谢的莲花，更是和我有着一样52赫兹的金群，同样也是一群和我一起冒险的大冒险家。我爱你们。谢谢刘宇，接下来轮到谁读信了呢？奥斯卡。没有想对你自己的创始人说的话。谢谢 Snow。That there are so many times on this show wher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r what I want, and I'm always questioning myself.But whenever I do, I always think about 我的创始人 who have my back and always support me. And I've looked for this my whole life. Come on, I believe they can.
今天有些话因为情绪太感动太饱满了，可能有些话没有表达出来，可能有些人的语言能力没有把他们内心最想跟大家表达的感情表达出来，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舞台上面，他们会用最精彩的舞台最精彩的公演来回馈大家，是最棒的，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每一位创始人的祝福，谢谢，他们都会收到，是的，那本场见面会观看直播的创始人也一直一直的在为我们台上的所有学员来发电，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谁又会获得我们发电王的称号呢？恭喜刘宇成为了我们创造营2021 Doki 大 Party 粉丝见面会的发电榜的冠军，那他将获得超级空投礼包一份，以及综艺夜卡下拉专属曝光，还有我们创造营夜卡专属曝光，那曝光将在4月10号12时生效，持续24个小时。谢谢所有人，空投大礼包送给刘宇，来个礼包，哇！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大礼包里面都有什么，好不好？哇！这是电蚊拍，电蚊拍，哎，这是我的，我最爱的东西，洁癖新人最爱的东西。这个是泡脚桶，还有养生新人可以泡脚，是，可以在宿舍泡脚，泡脚，谢谢养生大礼包，给了个手机支架哎，谢谢，我们会有支架。谢谢，那么想和你喜欢的学员打一通视频电话吗？是，因为每一个你相伴左右才会显得更加的广阔，冒险，因为每一份爱的守护我们才能拥有去闯的力量，再一次的感谢每一位创始人，黎拜小蛮腰果粒鼓励超有料，本活动由料食财政的纯真独家冠名播出，明晚的节目为喜爱的小哥哥撑腰吧，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Doki 大 party， 当我们在一起，快乐无比。那最后，让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影吧！有请摄影老师，大合影，大合影，大合影，棒棒棒棒！咱们俩拍大合影干嘛？哦，来，我们一起拍大合影。来，有请摄影老师来到。